接连站。喂 ，Hello。好久不见。聊不久，小便等那么大的偶像。对啊，这一季好像很厉害。TIVS 阵仗好大呀。嗯，用这个吗？谢谢。哦，真的哇！有赞助。真的有春晓。哦嘿嘿 ，Hello。哦，上班的感觉。上班的感觉。Hello。Hello。你好，你好，你好。Hi。啊 ，Hello。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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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畅达。你好，你好，坐吧，坐吧，坐。我刚刚看了一下，好像李斯丹妮是大家都认识，就都认识他。是。对。那我是不是？那合着我来给。你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吗？我好害怕。我怎么介绍？从哪儿介绍？啊 ，Good sister Jessica 姐姐。Jessica 姐姐。Good sister， 陈潇妹。首先第一个。有请陈潇啊，直接就选啊，就选自己想要的啊，没关系。我也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你就开场吧，开场炸一下啊！不行，我要选二吧。好，感觉第二季就确实是会有竞争上面的压力，然后我又不想第一个开场，所以我就选了第二个。李森，我们现在是在了不起无双第二季的。排练厅里面在准备我们的开场的一个秀。阿瑞，过来，坐下，握手。因为第一季的时候已经展现了很多国风的一面，那我第二季也想展现一些不一样的自己，所以我选择跟 Rushka 一起合作，也是对自己一个突破吧。期待第二季能跟更多不一样的舞者，然后接触更多不一样的舞种，然后一起创造出跟第一季不一样的舞台吧。期待，拜拜。Rushka！看起来很轻松，其实好累啊！要做的很大，有框架。哇，很帅，小小的身体，大大的力量，跟他的技巧结合在一起，非常的炫彩夺目。我特别佩服他，就是一直在尝试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舞种。我看到更多他的舞台是比较偏国风，然后第一次看到他能去尝试这样比较有力量、有能量的舞蹈，我觉得也是很厉害。
我觉得陈潇太突破自己了，他的一个突然一下地，咻，还控制，啪啪啪，再站起来，嘣，一个怀腿连招，再配合连招，这个难度太大了。三十秒的时间，计时开始。Hip hop， 很开心，第二季了不起舞社，我还能在这个舞社里面，然后希望这次能跟第一次有更多不一样风格的舞台，然后就是请投票给我吧，谢谢。现场的221位评审，三、二、一，投票开始。好的，主理人杨丞琳老师，真的是有别于以前我们认识的陈潇，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舞台其实我是非常羡慕的，一方面是我自己其实也很喜欢 hip hop， 而且我喜欢女生跳 hip hop 穿得很宽但是很有力量，那是我认知的性感，所以刚刚我从头到尾都觉得这是一支很性感的 hip hop 的舞，所以我非常非常的爱 hip hop。 好的，那想问一下 Rushka，你好大家，你好你好你好大家，还行，倒装句，我很高兴认识小潇，I think she's really 非常可爱，非常厉害，非常帅，非常了不起， really 非常 hip hop。 那我来问一下我冠军团的成员韩宇老师，这是我第一次看陈潇挑战这次跟 Rushka 这个合作舞台 Hip Hop， 而且我觉得潇潇把 Power Energy 以及整个那个框架以及那个感觉，我觉得他都是挑战到了，我给潇潇最大的 Respect， 卡卡棒棒棒 Hip Hop。 好的，再次感谢两位带来精彩表演。He was my internet friend. Yeah, because of the three of them. Yeah, that's right. Yeah, he's from three of dance, and I really love his dance movement. And then I follow his, and he followed me back. He's really cute. He got good personality, really fun, and dance very well when he do battle.很厉害，很可爱 ，very tall but 可爱。不是唐，我在跟他介绍那个 Rush， 是我的网友，本来是我的网友，因为我这就是街舞，我们变网友，后来是朋友。好有年代感。好的，祝您成交。你有三十秒，不然要怎么用？为自己拉票，计时。好，我们来问一下陈潇主理人，因为我之前前彩的时候也说了，我最期待的就是 Jessica 姐姐的舞台，对，然后一出来就感觉哦，果然是 International Superstar 的感觉。对，有会比较期待谁的表演吗？Jessica。因为就是看过他很多视频啊，然后又是以前的偶像，还是很期待跟他的见面吧。美女是喜欢美女的。